他的那台电脑呢是二组，所以他也不知道密码。嗨嗨嗨，看不见我了吧？喂，你怎么来了？你说呢？我找了你很多个地方，你知道吗？原来你在这儿。不好意思，我先进去一下。我这样告诉你，张先生已经答应我。什么都不用跟我解释，我全看见了。看见什么？我耽误你了，不好意思，我耽误你在外面谈大事儿，耽误你谈恋爱了，对吗？哇塞，你在说什么？我不知道我在说什么，我知道我看见什么了，需要解释吗？还不是你知道我们在聊什么？我不知道，我眼睛已经看见了。哎，这事儿跟你没关系啊，闭嘴。你干什么？不好意思，张先生，他人就这样，你不用担心。没事。你想干嘛？明白了。明白什么？我知道我很多余。沈安，你利用我没问题，我愿意让你利用。但是你如果喜欢上别人，你听我说完，你告诉我就行了。你能承受的，你给我一个过程好吗？不用骗我。像海面的烟火，心就像气球的颜色，越飞进追逐白云的快乐。我接近你就是为了解解红妆，为了要把你所有的丑恶的一面全部都曝光出去。接近我说的红妆，难道是因为喜欢你吗？沈安可能真的是为了调查二叔、调查红桌才跟你接近的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他真的是卧底，你会怎么办？白宇啊，我还是希望你不要被那些别有用心的人给利用了。说吧，你喜欢过我？没有。